我感觉你不会聊天呢。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接单，所以就有点。那你平时不接单，那你平时干啥呀？我平时想你。啊，哎呀，向小姐姐，你网恋过吗？网恋过一两个吧。之前的话，我跟我的前女友也是网恋的。我跟她线下见面之后呢，她觉得我太好了，太高太帅了，她觉得她配不上我，所以后来分手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给我发两张照片看看吧。好。因为我长得又高又帅的，他觉得他配不上我。你可别吹了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你不就是那个魔教矮子吗？土行孙吗？不是。小云，你有照片吗？我有，我有。呀，男人都是视觉动物吗？我发给你。这是你啊？对啊。我咋这么不信呢？还有吗？有呀。多发几张呢？都快夏天了，穿这么多不热吗？因为这是最近拍的呀。因为夏天拍的，我看看。有的，我跟朋友去游泳，是玩的时候那种的照片。那太棒了，我等你。哎呀，你这个发的不，这个没啥意思啊，换一个啊。换一个吗？得换个凉快一点的。我怕太凉快你受不了。来吧，我瞅瞅看。好，我发你了。哥哥姐姐，给个三连好不好？